这是从哥留下来的东西里找到的，而且好像也跟哥的死有关系。有关庆俊的事，万一发现什么对你打击很大的事，就算因为受到打击而死也要知道。有什么事吗？这个时间打给我不太好吧？哥的死有一些疑点，这个好像跟之前你和哥吵架的事有关系。所以你的意思是我杀了他吗？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东森戏剧台，上流爱情。